对，他虽然没有来，但是他一定是会支持的。当天，王全安到上海为新片《团圆》宣传。虽然爱妻没有陪伴左右，可每每谈及张雨绮，王全安满脸都是藏不住的骄傲和满足。算下来，王全安即将步入50岁的关卡，结婚2年了，难道都没想要个小宝宝？那么就是他更有活力，他更爱玩。作为我来说，我是其实是希望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再玩一玩，什么时候玩尽兴了再生一个孩子。